娘亲，孝儿困了。孝儿乖，你先睡，娘忙完了就过来啊。好啊。长啸，你知道吗？娉婷姨要当村长了。村长是什么？村长嘛，就是爹爹说的女侠，娉婷姨可以保护我们的。那长啸会不会成为大英雄？那是当然，咱俩跟着我爹努力学好武功，以后肯定能成为大英雄。大英雄，大英雄，大英雄！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杨凤，算了算了，没伤到就好啊。孩子们淘气也是正常的，不许哭。好了，长啸。好了好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啊！不许淘气，听到了吗？快睡觉去，快点，快睡觉。傻丫头，你还是忘不了的。难道你不想知道他这些年都在哪里，过得怎么样吗？